一觉睡醒，又快下午1点钟了。快1点钟了。我这里正在烧水，煮点面来吃，把你烧开，这么慢，调大一点。昨天吃剩的西瓜皮，这里也够了。切那么多，这一块就留到今晚或者明天吃吧。水烧开了，把西瓜皮放进去。盖上盖子，烧一会儿。把这块西瓜皮放冰箱。面也放进去，放点调味，放点盐，酱油，花生油，家人们，太好吃了。